我觉得我很会帮助我的另外一半，就是我喜欢的人，我身边的人，我很会照顾他们。有一点旋律，帮我拿。到底在拍哪里？怎么样？第四位女神的日常美照，一二三，耶！哦，小月啊，小月，小月，小月，哇，哎，他这些这个是有特别处理过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瞳孔放大片，瞳孔放大片，没有没有，但是他这个照片应该是相机拍的，比较不是手机的颗粒感。哦，哎，男友视角了，对对对，这种男友视角，哇，然后这个耍无辜那一种，你看看，哦，厉害了 ，Visha。嗯，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吴博义小哥，我们已经得到了最新消息，七景月要来这里游泳，我就在这边埋伏，等他一出现，我们去拍。他来了，公园游泳池，你这么高，这要挡得住，挡得住。这是什么？女更衣室，他进女更衣室了，但是为了宪哥，我只好拼了。哎呦，委屈你了。多一半，哎，先让我换完，我再去泳池埋伏他。让大家失望，还是我。哎，那个水变好浅，水好浅哦，你好高啊，你太高了。喂，季景月现在是在跟你，我相信很快就会出来。等一下，你就到那边去埋伏，隐秘一点，不要让他发现。哇！好恶心！太恶心了！真是傻了！真是傻了！他游得比人家慢。喂，你谁啊？恭喜你！你谁啊？怎么会啊？我们是综艺大热门特派员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，姐？因为我们已经跟你的经纪人串通好。超夸张！你们真的很丑哎，很夸张。不管怎么样呢，你要接受我们的挑战，我们要拍你这个无滤镜下的照片。赶快上岸吧！究竟无滤镜的奇景月长怎样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他是依照我们拍到当天的穿着来到现场，所以现在的意思也就泳装登场。哎呦，是这样吗？比基尼，一起来欢迎比基尼的奇景月出场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湿，你好，你好，是是是，好像在从泳池还有水呀，太湿了吧？加了个罩衫啦，是是是，平常都穿的就看到镜头里面看到这样嘛啊。我自己平常就是穿的很宽松，然后因为我比较矮，然后大家就会看觉得我很像小朋友。哦，不会呢，不会像小朋友，你很像大人呢。你那个就是我所谓的听力很好的米老鼠。对呀。那人家身材是真的很好的，有没有？哎，那你当天你去拍，你都尴尬什么的？对，我那天看的真的是很惊人啊！我现在不太敢看，太强了。而且我那天还牵你的手，哎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我超怕被他粉丝杀了。但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粉丝很多？对，有没有看？这个照片都经过设计了。这个是我用手机拍的啊，是啊，哦，对，然后这图片都是我自己处理的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他，他素颜其实也是五官漂亮的啊。是是是。你们不同意是吧？是啊是啊，我在想说，你们是怎么都没有声音？对，你怎么你去哪里了？他看到心仪的，他都很安静。哦，那我们给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拍到的这个照片啦，一、二、三，嘿，超素颜，嘿，怎么
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个悲观的感觉我不太喜欢。悲观的感觉。悲观。悲观的感觉。要开朗一点，要乐观一点。悲观了，你悲观了，光色表现不好的，对，光线。对呀，你也可以拍更。哎，对啊，你现在有帽是好看的。哎，好看哎。对呀、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你看这个光感整个就很好啊，这个脸上无光就显得蜡黄。对了，光很重要了。来，你们给他一个排位，来吧。这个觉得这个我拍了，你们投吧。好，对，哎，你不能一起做决定，现在好像不敢把人往下面推。没有，我们一定是把人往上面移的。不然这样好，我们让他坐在三号的位置，自然会有人往下。这讨论应该没有人会听到的 ，OK 吗？三，那三往二是不是？你是意思是这样？往下。不是，那个小姐有空位先坐了，对，有空位先补 ，OK， 就让他第三好，恭喜登上第三位，好媳妇啦。贤内助了，好媳妇儿，贤内助了，哎，这个就奇怪了，很会爬了，他很会走了，走去哪？哎，你好 ，Hello， 贤内助是，哎，单身多久啦？一年多了，一年多啊，一年多，啊，当时为什么分开？双方都觉得彼此要去的地方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分道扬镳。所以你要走去哪边呢？他走去另外一边嘛，会走，就未来的理想目标。我想要去台北，他想要去台南。哦，哎，好好笑，所以你很会走，你走到台南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有那么？我相信肯定不是那么单纯。对啊，就是不适合啊，然后也觉得就是彼此祝福，然后分开会难过吗？一定会难过啦，但是就结束啦，那就谢谢他，再见。啊，下面一位有难过的感觉。你交往有什么好处？我觉得我很会帮助我的另外一半，就是我喜欢的人，我身边的人，我很会照顾他们。然后，因为我本身也是之前是做行销的，所以我很会交际应酬。然后带出门的时候，我也很会帮他做面子、做球这样子。很重要，这来一起来看看未来女友预告片。齐景月嘛，啊，对，来，你跟他聊。我叫比利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我很喜欢周杰伦。手在冲上来。他为了你拼了很久。男生跟女生见面不能伸手说你好你好，这样不礼貌。你只能敬礼，然后女生伸手你才能伸手。哦，最基本的。然后握了之后，你力道要刚刚好，比如像这样，比如啊这样 hold 着。这样就好，这样，那你不能哦，他那柔啊，我示范，有柔道，有柔道，也没在柔道。好，两位来见面，来开始跳。你喜欢跳舞的男生吗？会跳舞的男生，我很欣赏会跳舞的男生。我要 solo， 那我 solo 一段给你看。来来，穿的这个 solo， 穿的这个 so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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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lo 一段。来来来，天哪，太感动。对对对 ，solo solo。为了你，我的痛苦是为了让你快乐的。哦，不行，我会心疼。OK OK， 多谢。你不了解一下喜欢哪类型的女朋友吗？是我很会走。你很会走。对，对你到底是会走什么？走去哪里？就很户外。不是那种逛街，我不喜欢逛街跟那种看夜景什么，但是我喜欢大自然。踏青。所以我很喜欢爬山啊，然后。
惜。那种潜水，给他们两位冲破最大浪。好，冲破最大浪，等一下你的脚要站到他的脚上，他两个刀要撑起来，哦，板子要飞起来，这样哦，十秒，十秒。你的骨头脆弱吗？有，哎，我的骨头蛮脆弱的。站上去，不会啊！站上去，放心放心，预备开，十，扶住扶住扶住他，好了，保紧一点呐！喂 OK， 好，喂比例不要故意的，太故意了，干什么？不行，我来了，我一直翘起来，手在那边干嘛？我预备，可以。好，要起来，起板，先来好了，十秒，起板，一起往前，好，一起往前看看，两秒，再一次，两秒，比例可以吗？比例撑不久啊，比例不动，比例去换了，没看我刚喷那么远，我看你也是普普通通吧，比例撑不好，你在这边怎么样？哎呀，抱我这边，哦，还自己加嘛，哎呀，可以有。啊，哎，这个游戏蛮好玩的，真的蛮好玩的，真的，哎，怎么这样？要不要买组回家？我先定一组，好，我也定一组，加一，好嘞，一秒，来的撑起来，后面搬，哦，一二，可以哦，哎哦，好，气不垮，哎，来，这边两位这边入座，还不错，肩带掉一半，你看，哦，有没有？而且他的脸是属于那种东洋美女脸。嗯，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呢？哦，哇塞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厉害，家自己出来，出来，欢迎音乐，欢迎，就是 KK 嘛 ，KK 就好了 ，KK， 哎，请问一下，你名字怎么念的？齐景月，祈祷的齐。齐景月，请问你是哪里人？台湾人。不是，这个齐景月，这个齐，很特别的姓，而且他用的字。都比较奇特。其实他是我对自己的期许，所以他是一个想做月亮艺名，不是？哦，这是艺名，这是艺名哦。想做月亮。麦克风，这是艺名变成一个锦绣的月亮。月是我小名嘛，月儿是我的小名。然后祈的话就是祈祷，锦的话代表锦绣前程，代表我对自己的期许。像詹老师啊，对，这么认真，对啊，认真的介绍中文字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所以真的不能够哦，抹煞了詹人詹维忠的那个詹人雄，这个大哥。讲个詹人都吓到，詹维忠的一个功劳，好不好？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三维是？32、24、34。32后面有一个，您刚是有跳接还是怎么样？没有啊。32后面是什么？32后面是有个英文的 A。好了 ，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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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， 哇，还差太远。32G 的时候，前后贼后没来啊。看照片。哎呦，喝牛奶！哎呦，在厨房喝牛奶，你好厉害哦！哎，而且你是在琉璃台上面哎，哇，这而且是一场杂志的拍摄，是假发吗？不是，我前一阵接发，我前天刚拆掉。哦，接发，对。下一张 ，G G G， 哇，这厉害，这厉害，是要去打排球哎。有些球会飞出场外嘛，当然带两颗啊。贝尔不用了，来下一张。哎呦，哇哇，这想干嘛？在游泳池不就应该穿泳衣吗？不然潜水服吗？在水里哦，好，合理。现在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？现在的话就是偶尔接一些网络上面的影片，或者是我会办一些就是类似小演唱会啊。哎呦，这歌手演唱会在哪里啊？我不常办，可是我喜欢我的人都很支持我。可不可以这样讲说你是网络歌手？是不是这样？我是希望可以往歌手方面发展，所以我也。我还不是，所以我不好讲的。再讲一句，对，我们对不对？我们这不要脸多少年了？我走出去，我都说我是知名艺人哎。对啊，而且那我听说最不要脸，他出去跟人家讲他很好笑。你一站出来说，大家好，我是很好笑的杨森大哥。剧泰的哇，而且我每次出来讲话，其实康哥笑到流泪，我在旁边我是哭吧。那为什么会是暴乳公主？这是怎样的一个称号？封号？他是一个称号，因为大概3年多前，我朋友拍我的时候，有人就说，哎，他长得很像周子瑜。现在有没有欣赏的对象？啊，
我超欣赏他，我一直在看他，你们没有发现我的视线吗？哇，徐哥怎么了？是货！哎呦，我告诉你是爆乳周子瑜。哎，他是什么？哪一方面？牛腩屈中恒，是不是？哎，不一样的。我刚才一走出来，我就很想冲过去，就是抓住，抓住一把，抓住。为什么你欣赏我？我看你演的戏，我从你那个命中注定我爱你那个时候，那个医生的那个时候，我就超喜欢你的。这个要，哎，不行，七哥，这个小粉丝还要拥抱人家一下，人家都没有喜欢拥抱。哦，对啊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，对。哇，我很开心。哎，跳支舞招待。跳出舞哦，你喜欢看他演戏哦？哦，他演的戏都很好看。你要去看他的舞台剧才精彩，因为你身材很好啊，突出。会不会有人说，哎，这是假的？常常啊，超多的。哎呦，你怎么证明是真的？我有一次心情很差，我有一次看到很多就是很，他们说，哎，你手臂这么细，你怎么可能就是这么雄伟？是真的？你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腰那么瘦，所以我就很生气，我就开了一个直播，那个直播到现在都还在我的脸书上面。真的吗？对，那个直播就是我先穿我的内衣，那内衣其实大家都看过，应该不意外。没看过啊？不是我的意思，你没有看过女生内衣吗？我不相信。哎，你这个没有笑点，真的对。你让他讲，让他讲。然后我就拍侧面，就是满杯，然后套一件大 T 恤，然后套一件大 T 恤，就是这么高的那种帽 T， 然后把内衣从里面这样抽出来，然后当那个直播上面说没有垫子，然后也没有怎么样，是一连串动作。我跟你讲，名人之间，名人之前不说暗话，哎，帽 T 来，对，帽啊，开玩笑。那你几岁开始就比较土？我吗？我是国中才开始长，然后那时候长到低，对，那时候长到低，国中低哦，对，我那很那个，不是，可是那时候不知道，那时候还穿运动内衣，然后爸爸带我去大润发买内衣，那结果因为我说很痛，就是那个运动内衣穿起来很痛，对，然后结果我进去的时候，阿姨就说要帮我量，她问我说，哎，妹妹你现在几岁？我说国二，然后量完之后，哎呦，你哪来金马奖妹妹？你已经身体退化了，已经躲到阿姨了。他都没，他不是在那个房间吗？我出去，是啊，他在房间门口，哎，不关起来，哎，我看见几岁？哎呀！你那个我就是因为这边很勒，然后爸爸就被骂了。哦，对，因为爸爸不懂。然后爸爸就说：“我哪知道？”对呀，我以为他要就是骗我钱，让我带他出去买东西。这样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就是骗他出去 shopping， 帮我买单这样子。然后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只是真的不舒服。对，当然了，这个女孩子哦，像你以后就要注意。对呀，你也是有得买了，真的尽量就是说。让妈妈带他去买，嗯，对啊，因为你去我们就觉得很恐怖，对，老成这样，一个人在那边，你觉得自己怎么样？快老回家，自己拿起来，女儿你看，自己比哦，这怪老头。你喜欢哪一类的男生比较吸引你？我喜欢哪一类的？老的牛腩。我喜欢贴心的，贴心的，我喜欢贴心幽默的，贴心幽默。哎，表现一下，今天你啦，对，我录影都不讲话，我是幽默的，不是，你是贴心的，我是贴心的，还不是幽默的，是幽默的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来一个贴心的笑，你以前很贴心啊，贴心的笑话呀，讲法之类，聊一下，表现好了。你知道我的梦中情人喜欢吃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你还不快点跟我讲。你听得懂吗？懂吗？有懂，可是就是还好。哎，不，来，小姐，你点的水来了。我没有点水啊。有啊，你有点水啊。你有点水。醉了。这样很容易就被发好人卡，要谢谢。对啊。我就结束了。谢谢了。结束了。惯。还要表演一下，还要讲个笑话。你不能走过来嘛，你在臭屁。认真一点，认真一点。就不撩了，我讲个笑话。来啊，过来啊！这集的收视高点压力就是非常大了。收视高点就在这里。各位，各位不好笑，马上把他的粉丝收回。对，按赞收回，按赞收回。对，话说我有个朋友，他就是小美。嗯。小美啊，她一直很想去做一些身体的改造。哎呦，她后来啊，她去隆胸了。哦，哎，她隆胸之后，小美啊，整个脾气变得很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她胸部起来。有胸部起来。
有梗，这个有比两位好笑吗？这个有梗，因为没有听过，没有听过，我没有听过。可是我有被人家讲，但你胸部起来很久了，没有，大家都国中就起来了嘛？不是，大家都会在下面留言说很凶很凶啊！刚开始听不懂看不懂，然后就想说奇怪，我也没有就是跟那么多人讲过话，为什么大家都说我很凶？我很凶吗？对，现在懂了。我就这样好不好？记住你撑到七秒，你就不要急切的赶走我搏七秒表，我们就说好，我也尽力会做到，勾勾手谁都别来丢。我就这样好不好？趁最后再爱七秒，不管给我就算是陌生的一个心跳。当我们说好，发现真的很难做到，有感情谁都来不掉，来不掉。哇，刘真跟杨丞琳其实声线是蛮像的，错不错？之前是被讲上张韶涵，然后我就开始改声线，就后来就变像其他人。对，不是好听啊，好听就好了。不错，对。怎么样？为什么要叫你在那边唱歌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导播是董事长乐团。哎，他如果认证，他如果稍微对你们有点印象，他就会告诉他音乐圈的朋友们，对，来提拔你们。是，对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们没有潜规则，没有。特别提好在强调，看一下，谢谢，谢谢，歌唱真好听，谢谢。谁啊？哎，跟我留言，国民鱼友啊，哎呀，不会吧？子鱼，子鱼，子鱼吗？是张子晴哎，甄子鱼，周子鱼啦，哦，周子鱼，甄子鱼很惨的，子悠啊，哎呦，有有有有有，很像哎，就是这感觉，是这感觉，动着连着拍的，对啊，对啊。邱浩然怎么演完太监没力了？没有，虚脱。那个像，哎呦，立冬，这个真的很像，很像哈。目前为止最像的都像。齐景月，欢迎。景月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来，是你耶。还是在走到走到尽头，没有来过嘛？有啊有啊，因为他名字我记得啊。对，因为在这站中间点没关系。请问你那三围是？上次问过，我们不记得了，我们要不记得了。34、34，说不定有一些变化。32F 是不会改的，没有啦，有时候他可能又更上一层楼了。对呀，32E。DFD 哦，没有没有，不要讨论这个。对对，哎，请问一下你什么星座啊？双子座。双，哎呦，哎呦，双子哎，很俏皮哎。嗯，那人家说这个很像周子瑜哈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我觉得很荣幸啊，她很漂亮哎。是是是是啊是啊，我们都知道。你也很漂亮啊。谢谢。我觉得她比较漂亮。漂亮也不需要你特别再强调，因为大家都知道。不是你在凶什么？你在凶什么？就问她的感觉而已。OK OK。被骂，我讲出来了被骂。哦，其实她真的，哎，那个还好。哎，妈妈妈妈没事。妈妈没事。我。谁很烦？我觉得很你很烦啊！但他的名就好好在我那边呛他。对啊，不过不过，你就是把这边当自己家了。你的裤子往上拉一点。咦，好，哎，怎么要不要皮带？我的，哦，来，你自己有认错过照片？有，我自己认错过。是什么？哪一张？自己。哇哦，这个好像哦，哇塞塞，等一下，哎，这个同一个人吧？这是子鱼啊，太这左边的是子鱼，然后我看到的时候，我想说，这是你，奇怪，我没有抱狗，然后我就看一下后右边的是我，哇塞，无法分辨呢，哇，这个像到一个像同一个照片，对，右边是我，所以我自己都认错过。哇塞，厉害厉害哦，算你狠，算你真的拿你没辙哎。对呀，哇塞，哦，你是因为你是因为太多人说你像，而且你也觉得自己像，你才把头发给剪了吗？我自己是吓到而已，可是我没有觉得很吓到剪头发，吓到剪头发。我是因为人家说我干嘛要去模仿他，就是我刻意去模仿，就他的有人会这样认为，粉丝在攻击我说我在模仿他，然后在消费他，所以我就剪了。难免，可是他很讨厌人家说他是暴乳周子瑜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有像周子瑜这个是一个超级荣幸的事情，可是暴乳这两个字我不喜欢。那你就文雅一点，就说我是斑马周子瑜。哇！
利普拉 ，OK， 就是那个还要那个倒背最大的动物、啊。是谁叫你？那个利普，谁叫你那个？我听不懂，怕你不懂哎。就是网络上面的称号，然后网络上面的称号下来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都有点惊讶，就是比如说我发了十张照片、yes. 然后可能有一张是穿比基尼啊之类的、oh. 然后他可能就会从100张照片抓10张全部都是穿比基尼的，那很好啊，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爱露啊。哎呀，那今天为什么没有准备比基尼的照片呢？对啊，你们这样做节目我们怎么会有镜头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来找出来，你稍等一下嘛，现场找出来没关系。那国外粉丝也在关注你？有，国外粉丝有一些就会来我 Instagram 上面留言说，就是哦，他真的长得很像周子那个 Twice 子瑜这样子。然后下面就会有人还发讯息过来说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说你像他，然后我觉得你们虽然我觉得没有很像，可是都是美女，希望你加油，这种是鼓励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才对，很感人，这样蛮好的。对，国外的网友就是说这样鼓励你就好过于说你是暴露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暴露，我觉得暴露这个事情呢，不要用这样形容。哎呦，就好像否定你的才能跟否定你的一切，物化，对，是不是？我们不会这样。那怎么样形容呢？没有啊，就那个啊，就大奶。乱讲，他本身也是一个歌手嘛。哎，好像哦，是记得本身也是个唱歌，本身是想唱歌。还没有做起来，等到我做起来再说。没有的话就算了。想当歌手，想当歌手还在酝酿啊。对，那你要不要唱首歌给我们大家听？对呀。我今天重感冒。好，你重感冒，你怎么舞蹈？现在才说。你们干嘛这样？我想厉害的歌手，就算重感冒唱歌都还是。哎，你不要对自己没自信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请聊。原来你是我在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尺度王大陆接戏，王大陆，给你满满的大平台，他好好的 Q 王大陆，平台，平台，你疯了吗？人家好好的王大陆。王大陆唱应该很像，对，他唱歌反正也是 Hebe 的歌啊，他感冒还唱这样，他唱好听，很好听的啦，掌声，谢谢。好，王大陆到底要不要唱？大陆也唱，来，大陆也唱两句吧。来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。不是，他的 key 没有让你对到，跟他的 key 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不行啊，不行，这样子哎，没事啊，没事。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难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哦 ，OK， 好听的，真的很好听，谢谢你这个再次来我们这个光帮忙，谢谢你们的邀请，大哥是对的哈，要常来哦，对，好，好不好？希望可以，可以哈，那待会要去吃麻辣锅吗？好吃啊，为什么突然就约了呢？很可爱啊，你看，非常可爱，哦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啊，他的偶像是屈哥啦。哦，上次啊，奇怪，我都忘了。你刚刚这反应，我都会以为闹鬼。对呀，因为他的眼神是看我们两个中间，我吓一跳转头，然后完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完。吓死人了！哇，吓坏了，吓坏了！对对对，哎，我后来有冲到那个后台跟他拍照，我很开心。今天还可以拍了吧？今天还可以再冲一次。对啊，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啊，应该没有吧。他没有跟我讲这些，没有聊那么细，没有聊这么深，没这么熟，对不对？哎，而且今天是屈哥的年纪跟他一样。哎呦，这样好，这个是荣幸还是这个？那差不多了，是哦。我爸爸也很喜欢你。哎，你这样模棱两可，哎，怎么样？你不是阿姐就是阿北，应该是阿姐。阿姐啊，在讨论什么啊？认真的讲啊！观众你们觉得呢？对，大家来猜一下，我们到底是阿姐阿妹？你喜欢阿姐，还是喜欢阿妹？